我白雪公主又来做喷发实验喽！哎，把材料先拿来，还有这个材料，哎，都拿来。哎呦，我说白雪，上次我呀都做失败了，你会做成功吗？哼，我呀当然会做成功啦！白雪，你呀别吹牛，吹的都上天啦！如果你把这个实验做成功啦，我就再也不跟你抢王子哥哥啦！哦，真的吗，贝儿？这可是你说的呀！哼，你呀做不成功，并不代表。我也做不成功，看看，哎，我呀一定可以成功。来来来，我们把这材料都放进去，再放上一点这个，哎，我们倒进去，多放一点，哎，然后呀，开始再搅拌搅拌，哎，开始倒水喽，然后开倒水喽，大家赶快给我白雪加油助力，这样我就可以做成功喽，到时候王子哥哥就是我的喽，哇，快看！我的喷发小实验是不是很成功呀？哇，好棒哟！啊，没想到这个臭白雪真的成功了。